台湾庆的长官总经理，大家好啊！还有呢，两分钟，两分钟的，好的，我要感谢在场的每位朋友，这个导演啊，真的很有理念，对咱台湾的文化这样坚持，这样子呢屡战屡败，他已经呢啊，经过了第四次了，这次如果没有破译的话，他从一零一跳下来，哎，我有没中了，这个的理念呢，一定要办到。 因为呢，真的，这一次呢，我们用锦江堂台湾人，假也不得定，身为一个艺人那种愿意付出的那种力道，他做到了。那呢，所有的演员呢，在每一场戏里面，都把最大的专业，把他的诚意完全呈现出来。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我真的很激动，我没有讲不行的。你们看一部电影，拍个一半，心灵突然间出来了。谁呀？陈杰安小姐，哇，欢迎亚兰姐。 真的，亚兰姐，亚兰讲几句话，是因为这个台湾人这个对咱的这个公平哦，真正爱支持到底啦。是啦，是啦，这摆诶，新人观众大家好，很高兴跟大家见面。那这次很荣幸能参加《铁狮玉玲珑二》的演出。我啦，因为恁咧伤老老老手啊，我真欢喜会当做碰手啊，做一个了不起的翁，伫我的身躯边哦。 啊，因为我看了《铁狮一》呢，非常的好看，所以我主动要求要加入《铁狮二》。哎，怕人家跑来说的演员，干温了，因为哈，朋友无互相收听是不应的啦。因为在出席这个，我是准都看到后台在总集呀，哦，就讲啊，我来情义相挺来之类哈，啊，麦跟我走嘛，因为他真的非常认真，非常的负责任，非常的爱电影。我们大家都要支持他，给他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好，2月18号一定要来看。干温了，出戏出戏。